你在找什么？豆豆啊，豆豆，等一下，你们不要在，我们已经在出口的地方找不到豆豆。你是真的豆豆在哪了？累死了！看后面有豆豆车。刚刚突然就超赶的，所以出门前完全没有录，因为我姐妹突然跟我讲说她的鞋子我帮她拿了没，然后我完全忘记这件事，后就还要坐车去帮她拿，拿完之后现在到高铁站，然后要坐电梯上去，东西超多，因为我还带了工作包出来，所以这边一袋，然后这边又一袋，超多的。好，待会儿见。老吕一号，哇，你们怎么有跳起来的问题？真的太漂亮了！我们要去台北宜兰，然后要去5天。然后呢，刚看气象才发现是几度？下降10度。下降10度，然后还会下雨，然后我没有带好外套，然后什么都没带，然后充电器也没带，还有什么没带？鞋子也没带。看着办，看着办。如果从高雄开车到台北，我们会睡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坐高铁上来，然后再来租车。我们租的车，我们拿到了上一代的 RTX 最阳春版，656,还没有恒温哦。啊，有没有行车记录器？花生奶油，然后呢，绿珍一直说很好吃，我来试试看。好吃吗？就是花生吐司，好吧。你说那边的。乡巴佬进大观园，现在在一个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这是什么信义区哦。微风旁边的一个商业大楼，要来就是找朋友的哥哥。哦，我想不用再录了，因为台北人都知道。好笑，我还没取卡。不准笑，我没来过。好了，出去了。耶、yeah! ！
去，没错。应该是先拖车。嗨，你好。啊，对，你好。对，我车停旁边可以吗？刚到宜兰的呆宅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因为要拍那个 room tour， 所以呢就叫他们东西都不可以给我乱放，所以现在就是你们可以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可以把东西拿进来了。我们把人家外面堆成这样，哎，在设计我们的时尚衣柜。不好意思，很多部落客都要把那个衣柜挂得很漂亮，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在试，不知道会不会挂得像自己家的衣柜。你的是连身的吧？对啊，就是。你里面有穿吗？就这样，单穿。单穿。好，本来是要怎么挂，你跟我讲。就是不能挂。你就折折起来啊。现在是最后一个，整点美感吧。我们现在呢在等吴佩妮上厕所，然后要去买。哎，吴佩妮回来了，他去上大号，然后不敢在这边上，因为上面是中空的。那么，哎，指不到这边。然后呢，现在要去买。老吕说他想要吃什么蜂蜜蛋糕。哦，奶冻卷，然后接下来再要去吃蓝城精英酒店的樱桃鸭。好，然后陈小薇一直在外面，你知道欣赏虫鸣鸟叫，享受自然吗？对啊，我在听那个鸟叫声。OK 啊，你这，那你今天晚上睡这边呢？是不用，没关系，房子蛮大的，我觉得有空可以睡。鞋子很难穿哦。对，他们两个穿一样的鞋子来。要出门要先等他们绑十分钟，很难，就是要提早的。对。彩片可以打，打冰。然后你们很会试吃哦。可以啊。要试吃的可以，就试吃全部的人都宅配了。好，我们来吃金米蓝条是吗？好，好那我好吃，它好吃吧？嗯。我们来吃蓝城的，嗯。又程序吗？啊，我配你们，好硬。这是杨师傅来我们片鸭，谢谢。各位贵宾晚安，在师傅片鸭的同时，跟各位贵宾介绍樱桃霸王鸭的料理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忘记什么什么寿司？什么什么什么寿司？来一口吃，一口吃。真的好吃。
我们现在刚回来，然后呢，有人在洗澡，然后待会要来喝酒。Okay.